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成一群 baby。 我开始不真实，花钱大手大脚的说说话，还老戳我心窝子，但是你放心，没有人知道你还有脸。因为始终和你前进，回忆并肩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我要走了，珍重，佳怡。这个手拿电话也给我来，我观察过，现在每个人手都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朋友，声音还大，而且你也到了该用这个名字。想你梦里的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。我开始美丽的奇遇。小心，有暗器。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。我不是你站在这不要动嘛。我开始美丽的奇遇，你来自东和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。